吃你的手榴弹！给你揍，给你揍，给你揍！Y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姐，欢迎回到频道。今天要来到我们的违禁品警察哦，难得开场不是在我们的边哨所，而是在这间小木屋里面啦。还记得上一次呢，有给大家做选择，大部分的人呢，其实都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加入铁拳，血拳还是铁拳？血拳，铁拳是格斗游戏，好不好？那也有人呢，是说想要看一看，如果继续独裁下去会变得怎么样？不过大部分的人还是希望我们加入血拳，好不好？看跟这个中式继续下去，后面的发展又会是如何？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这个系列小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。今天就让我们进去加入中式的行列吧。先进来。好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也不用担心，观众就说要我加入你啦。啊，我们来坐着吧。哎呀，居然不能坐，我的天哪！你说的我都知道，因为上次我就看过了，好不好？其实我在猜哦，如果说逮捕他的话，一定是最后跟血拳组织对抗啊，对不对？我们选这边呢，就是跟他对抗，其实道理是一样的。来吧，那我们就选择释放。考虑到了叛徒的后果，你决定帮助他逃跑，在荒原上开了一个小时，你们到了一个废弃的矿场。哎，真的，还真的有一个矿场哦。矿场的隧道远远超出阿卡里斯坦的边境，你以警车的故障来搪塞了一切。专员对这次挫败感到震怒，糟糕，回去要被打了。我觉得呢，这个领导呢，一定知道我们加入他，他会不会从此给我们脸色看呢 ？I don't know。好，我们先进去吧。现在回来应该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了，因为毕竟已经过了，又多了一个小时嘛。我现在这边看一下，哎，看看我们的领导在不在？领导不在。好，那我觉得我们该去睡觉了，迎接明天的到来哦。第二章应该差不多到这边就完结了吧？来，哦，困喽。明天应该不是美好的一天，应该要被驯化了。那醒醒，阿卡里斯坦另一个伟大日子正迎接着你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接下来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发生。哎，今天完全没任务哎。哦，我们就先放行车子吧。啊，来了来了，后面又多了一台了。Come on， 来，先给我看你的证件。如果是艾尔凯了，你可以直接回去了。哎，真的是艾尔凯了啊、哦。先看一下，不过我们至少要点出一个是错误的才可以啊。有没有？哦，那这个应该可以让他进去，因为毕竟他还没什么货物嘛。哦，来。没问题，只要是司机的话啦，哦，有载东西的那种基本上都会错误。如果是单人的话，基本上都是 OK 的。走喽，拜拜，我投靠血拳喽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台哦，军卡的感觉啊，该不会偷偷带了什么武器吧？哦，先自己先检查一下，我先看前面，哎，是动物的，动物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我们先看一下这边还没有什么，哎，他讲到武器耶。这边有一个说到有违禁品还是什么，实际年龄是50的，这个已经维持了两集左右，我们没有遇到了，所以我们看一下他的年龄好了，出生是1931年，哎呦，差不多50哎，那我们确定一下他的这个东西有没有不一样哦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哎，这就不对啦，我觉得这个我们把他逮捕好了，因为感觉他有点嫌疑。宁可错杀，不可错放，好不好？来下车。我刚刚有点不稳得哦，上铐。哎，正确的逮捕啊，所以50岁是对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加上上一次弄到9的那个，这里又有两个犯人了。哦，那我们去看一下那一张有没有不见了。Yeah， it's gone。各位观众，我们越来越钉钉了哦。来，请过来，请过来。啊、哦，赶快过来，后面还有一台。哦，今天这么忙啊。啊，这边我先努力的用，如果遇到什么情况再给大家看。这个老贝没问题，过去吧。这台小蓝车也没问题 ，Go Go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台了，这台应该也许会有问题，来看看啊，看看啊。哦，护照不对，三只羊是没错的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呢就遇到两件没过，我们看看这边做完，下午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吧。哎呦，各位来了，我刚收到通知，有一件事情要立即处理一下，你愿意承担吗？按 F 二，线人报告说奥贝兰科夫团伙将要对警署发动袭击，你愿意加入保卫所的队伍吗？好的，我接受，有800块呢。那我们要快一点点哦，在枪战结束前赶快到那边。但目前呢，我们钱有点多了哈、哦，等一下打一打，如果又800，我们可以去买个步枪了吧，对不对？我们直接开车撞好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小心哦，不要被我的车子撞到哦。敌人有20个呢，那我觉得我把库进去好了，直接来。哦，这边好像没办法，这边好像没办法。我们先把车子哦挡在前面，好不好？我一会儿立掩护他们，然后丢巴拉看看，我们还没丢过巴拉。哎，然后
们爆！哇哇，大家火力都超级凶猛的啦！他把我轮胎打爆，鬼呢？鬼呢？有鬼呢！哇哇哇哇！我的车子，哎呀，我的车子就挡在那边了，想绕跑啊啊！想搞偷袭？我们用手电筒干扰他，紫外灯呢？他们已经看得很不舒服的。好傻好傻，打掉一个，打掉一个，两个。OK OK OK，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，剩下五个，剩下五个了，不多了。等他们慢过来，我们直接让他吃子弹了。OK， 帅啊，成功了，赚了800了。各位抵达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吧，1800可以买些啥东西？已经可以买到冲锋枪嘞，冲锋枪子弹是30块，我们直接买一把好了。那手榴弹150，还能再买一个。那我如果炸了老板会怎么样？我丢一颗看看，老板吃你的手榴弹！有给你走，给你走，给你走！哇靠，我拉德死了！原来老板死了，游戏也会失败。Oh my god！ 没关系，我再自己过去吧。回来喽，没啥事情嘞、今天就这样子而已嘛。我倒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新枪冲锋枪，有没有？我看起来是相当的老旧哎、感觉自从我们加入血拳之后，我们的领导都不太爱理我们了。还有没有什么要交代的呢？不必在意，看来没有了，那我要去睡觉了。看明天还会不会有什么新的 mission 哦？睡，又度过了一个快乐的一天。第三天，除了日常开销，我们现在的营运呢还是正的哦哦，来到第三章嘞，执政为敏，别再闲逛了。昨天总书记已经签署了通用工作义务法。难道是要检查的更仔细，还是有更多的法规吗？哎呀，好多哦！来看一下，不必要的职业名单，艺术家、教师、记者都不能进去，果然是很共产国家，是不是？哦，然后货物还是一样，损坏的话，边防军有义务检查车辆的车况，但是应该要记住，汽车的车况不好，不能被当作是拒绝入境的理由。好的，然后这边还有走私犯，怀疑昨天没有停车受检的司机会试图越过边境，部分号码 D4DF， 这个要注意一下。然后走私犯埃尔凯王国，好，所有者每次都有他们。发现了违禁品跟大量的某种颜色油漆，所以是灰色的，这个都要注意，好不好？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部分。再看一下这个信箱，这里又多一份报纸哦，执政为敏。我跟你讲，还好我们真的有参加血拳组织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几台车子有没有什么问题吧。感觉之后规定会越来越严格。一个男生，先看一下后面载了什么。有牧草跟豆哦，卡加斯坦艺术家直接有问题，但是我们还是得找出错误，好不好？啊，光第一个名字就不对了耶。那上次有观众说，只要基本上没有出现那个图案呢，就不必把它给抄出来了，浪费我们武器的耐受度这样子。说的也是啦，拍谁啦啊，回去弄好再回来。通常说你犯了一个大错误，真的就会犯错误哎，你不要太嚣张哦。如果他错，直接把他丢在他车上了。嘿妹哦，闹狠话，小心把他给你吃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他要让我不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他太好过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是两台小车，这个就比较好检查了。灰色的汽油，没啥问题耶。看一下车子的部分好了，这种车子没有东西，真的比较麻烦一点。这一个应该没问题啦哦，虽然它是灰色，但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哦，直接给他过吧。我们先在前面等他啊，如果他不给我们过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把那台炸掉。OK， 没问题嘛啊，还好，差一点你就要吃芭辣了。我觉得这招有效呢。这个很多很多回收呢。埃尔凯的要注意的哦，拜访的，看一下行李吧。寄两只没错，行李的部分都正常哦。其他再看一下哦，不是特殊职业，也没有任何不对的，给他过看看好了，顶多再损失一下。你不要冲动，你不要冲动。耶、yeah, ，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，看嘛过来，看嘛过来，这个应该是动物的。哦哦哦哦哦哦 ，What's this？ 感觉是危险物质，有 DF，D4DF， 这稳得嘛？就走私犯嘛，现在还想要越过去哦，先请他下车好了。那现在开始来跟我乱哈拉了，他还像快打旋风的桑吉尔夫哎，对不对？一桶、两桶、三桶、四桶、五桶、六桶。七桶、八桶、虎了，没问题啊！但是你还是要被我，是啦，没错没错，三个了，少了一张，所以代表后面呢还会有这两个人物出来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睡觉吧。好，新的一天大概就这样哦。我们应该之后先把这三个先移过去，免得这边呢又遇到了一些新的逃犯，那就麻烦。大概就先玩到这边，来到第三章的部分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系列，如果喜欢影片、喜欢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哦。
就下次再会，大家拜拜。